后他们竟然是不一样。我们先看直接，哎，老婆，干嘛？我跟朋友订英式的火车。我来干嘛？你就是了，钱太多你就给我啊！你要征求你同意。征求我怎么同意？你高兴就好了。有件事情要跟你说，哎，那一条线要出来。你要怀孕了？好像呢，觉得怎么样？